说。小七，认得出来吗？当时离得太远，只记得他们的武功招式，不过不难。真的剑仙石在我这儿，你们拿的是假的。开封府查案，你们俩，还有你，留下，其他人走。铁掌帮汪帮主，万马门佟掌门，一刀断魂马三太，追星腿司徒洛，还有你，李堂主。你们哥几个大名鼎鼎的江湖人士，怎么沦落到来干布料的生意？混口饭吃而已。张峰给的饭不够吃是吧？交出剑仙石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！你不说出幕后主使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你杀了我也没用，我真不知道。那我先杀了你，再问别人。小七，把刀放下。那你就去死！说，我说，他在哪儿？我说，白一哥。他今日约了我们结了剑仙石去白衣阁会面。展大侠，你别杀我，我带你们去。快走，走，这边。